好，各位粉丝们，这个首先非常感谢新疆粉丝寄去的 XS Max 啊，摔了以后手机卡顿啊，然后有时候还会重启啊，随时重启。然后现在经过几天的时间维修啊，终于修好了啊，然后现在一点都不卡顿了啊。然后之前是拍照啊，一打开相机它就卡死啊，直接卡死，直接重启啊。现在一打开啊，一打开拍照啊，前面拍照都没问题啊，都没问题啊。然后还有它就是打开设置也是卡顿啊，比较卡顿。现在随便打开啊，随便打开一个啊，反应速度也非常快啊。然后因为这个 XS Max 的那个主板设置双层的，双层的它摔了以后就容易出问题。啊，现在所有功能全部设置好，它这个主干屏啊，虽然是主干屏，但是主干屏触摸还可以啊。然后之前它的屏幕啊，边上翘边了，也把它粘好了，粘好了，都免费粘，非常的完美啊。这个马上给老爹发货回去啊，新疆我们所有手机啊，只要寄过来的都是包邮寄回啊，不管哪里啊。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啊，重新开机看一下。然后它之前这个还有啊，听筒无声，因为下面排线断了，然后听筒，然后送话那些都不正常，现在都正常了，放多声音都有了啊。现在刷的视频看一下。啊，现在上下都有声音了啊，喇叭上下喇叭声音，它上面上下有声音啊，它这种立体感就出来了啊。XS Max 为你画了小爱心，然后它这个上面的声音和下面的声音特别有立体感，如果只有上面不响下面响的话就没有那种立体感，至少苹果的手机它的声音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就录到这里啊，然后马上给大家发货，感谢支持，你们要休息再赶紧啊。然后我这里基本上故障所有很多故障 90% 以上都可以搞定啊，只要不是 CPU 和磁扣坏问题都可以搞定，关机关注666。